惩罚，然后一年间你们真的进步很多。一开始看到25届的时候呢，觉得你们哦完蛋，结果就是刚接干的时候啊，超级担心你们。然后已经虽然我们已经高三了，但是还是会很想下去看你们，然后甚至还会骂你们。但这一年我们只是你们真的进步，然后其实我们蛮开心的。我们能给予你们的只是我们所学会的，之后都是你们一路自己走来所学习到的。之前看你们20届的时候也觉得你们真的很棒，也很庆幸你们能够成长这么大的幅度。你们哥哥跳舞很好，办事也越来越好。哥哥虎汤。你讲完了吗？你们惩罚即将结束，不要再就是好好跳，跳完就开心，不要难过。然后对，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，还蛮棒的，贴心的学弟妹。然后恭喜你们，就完成一场独立自己办的很棒的惩罚。然后很欣慰可以看到你们把最好一面表现在舞台上。然后学弟妹们惩罚也结束了，要开始念书咯。最后再告诉你们，学测倒数272天，只考倒数430天。耶！嗨，学弟妹，好久不见。嗯、恭喜你们惩罚结束了，就你们高中生涯中最帅最正的一天。好了，或许我们不常出现，就是大家都很忙，然后可是我们都有看到你们乖乖的练习。就在20轮那天的时候，我们都有去看，你们真的超屌，超厉害。其实一开始进来还以为我们学弟妹就少少的，然后他们可能之后就会退，一开始这样想的。后来你们都有待下来，然后也都超越我的期待，真的很惊艳。惩罚胜利，结束了，惩罚结束了。好好不要再混，不要再跳舞，要真的开始收心了。对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学弟妹，我是那个大同乐舞24届的涂瑞成。然后呢，就虽然有时候觉得你们还蛮做事蛮雷的，然后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啊，干，你们怎么还搞出这种事情？但是其实，就我们学长姐都觉得你们其实还蛮贴心的，还蛮。开心有你们这些学弟妹，好，换高嘉荣。嗨，学弟妹，我是高嘉荣。然后这2年来，你们成长很多，就是不管是基础还是排舞，都有大幅的成长。那希望你们可以继续这样下去。那惩罚办完了，就好好念书，然后换你胖哥。有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很荣幸可以进到影片的第二阶段。好。惩罚办完了，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。真正了不起的是，你们都一路这样撑过来了。不管是新加的、中途加的，还是什么等等的，就是你们都撑过来了，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。好，下一个，嘿，学弟妹，惩罚办完了，要好好念书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走开啊！真的，不要跟学长一样，好好加油。嗨，学弟妹。恭喜你们完成惩罚了、啊、如果你们觉得现在很累的话，没关系，因为之后就会更累。然后等一下感性的时候不要哭哦。大家好，过了2年之后，你们一定混了2年，所以呢，惩罚结束之后，你们还有1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你们的学测、指考。所以惩罚完了，好好念书，要不然会像学长一样。下一个，讲话、啊。你们有没有一种？青春要结束的感觉，你们忙了两年，你们很棒，我很爱你们。反正你们今天很棒啊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为了这个努力很久。然后就玩了2年，所以之后一定要更认真读书，要补之前那2年。对，之后要加油。Yo.那个，对，你们做事真的很累，可是我好喜欢你们。对，不要哭哦，我知道我讲话会让你们很想哭。怎么对，毕竟不经一般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，有没有？好，陈妈加油！对 ，check it out。哟，怎么想？给他做结尾啊！谁？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。
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加分享。按铃铛，按铃铛，下面有连结，下面有连结。啊，这边可以看到更多影片，然后这边可以订阅我们 YouTube channel。下面有我们的产品资讯。想要购买我的周边商品，优惠代码是141325201314520。对。